东西都藏好了。哦，这摆着白菜，是掰开了，金砖，嚯，茄子，金条，哎呦，哎，黄瓜掰开了，这是细金条，粗金条也搁不进去。嗯，这瓜子儿啊，里边金沙子啊，松子儿啊，金沫子啊，这费劲不费劲的往里装啊？都是这些个金银财宝吧？哎，工钱就不少。我行，你甭管了，甭管了、嗯，这东西我来给你们装啊。您啊，都弄好了，雇了十个挑脚的，搭着东西跟我哥哥拿着兵刃，啊、打这起我们是往外就走。走吧，走哪儿呢？走清河吧。嗯，走清河、沙河、昌平县。嗯，南口青龙桥、康庄子、沙城、康庄子、怀来县、康庄子、下花园、康庄子、张家口、康庄子，就在那儿住了，是怎么着？不上别的地方去了吧？到康庄子我道熟，你看那也得往前走啊。到这儿我饿了。哦，哥哥说得了，咱们吃饭去吧。是是。旁边路边有这么一个小客店，哎，推门而进，掌柜的出来了。啊，客官，啊、您是打尖还是住店？您说。吃面。哎，嗨，把这句想起来了。这句挺瓷实，我觉得。那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啊、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哥哥说要不咱们住店吧？我说别去。怎么？夜长了梦多，咱们抓紧的走、哦，赶紧。虽然说道路崎岖，但是有这朦胧的夜色。嗯，往前走。来到了密松林，耳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，原来是有了自了，还上口呢。有打对面呼啦超出来二百多人啊，雁别翅排开，正当中出了一黑的个儿、哦，手里拿着冰铁大棍，嚯、哦，甭问来的劫道的了，贼一个人打他估计不行，我们哥俩要双战责人，一块儿上。我哥一努嘴，你奔那边，我奔这边，嗯，前面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呼，仨人打在一起，哦、眼瞅着露出破绽来，嗯、黑的个儿一低头，我手起刀落，咔嚓一声，啊、斗大的人。人头地上翻滚，我这心疼哦！哎，你心疼什么呀？把我哥哥宰了，就这个呀。感谢朋友们的鼓励。嗯啊，这是我们的传统节目，老节目啊，大保镖是很多前辈们说的都非常好。嗯，我们呢经时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嗯，但是我们这个心是火热的。愿意说，我这个心情啊，我是都来了，嗯、不是啊，我这个意思，大伙儿是明白吧？哎，对，都明白了。啊、热热乎乎的这，行了，别说了，你还热热乎乎的这片真心愿意把相声说好，嗯、啊，但是我们水平有限，是给我们一个提高的过程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是坑蒙拐骗，哎、不这说学逗唱，改了。没改，压根儿就这样。没改，没人通知我。说学逗唱，对了，哪门弄好都不易，都得下功夫啊。老先生说了，咱们这行，嗯，说相声摸爬滚打，跟老师学，在台上找经验，四十岁走红就不算晚，这是规律啊，很难，而且成才率很低。嗯，一千个孩子学相声，最后说有一个出来的，嗯，那999个就不算白糟践。您看看。啊，这个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它是最简单，但它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。怎么还简单？有嘴就能说，哦，嘴里利索不利索也能说，是没人挑。你看别的团都好蒙，嗯，啊，这个你说这个相声这个谁来都行，我说相声就说相声，嗯，啊，你京剧不好弄，京戏，你上京剧团，我唱京剧的，一句话就问呲了你，怎么？你看那龙套，嗯，四个人哦，打旗儿，那都不好混，是吗？你骗不了。练武术的一拉刀就知你多大能耐，哎，骗不了。对，芭蕾舞你垫着脚走道、嗯、三分钟你那哭了啊，疼啊，唯独说相声这最好蒙。嗯，但是说相声其实是更难的。怎么还难？我们更注重基本功。对啊，从小一学学个六七年七八年，嗯，这几门功课弄好了很难。是好相声演员是半拉心理学家，还研究心理。哎，什么时候让您乐，什么时候让您鼓掌，什么时候让您安静下来，都是我设计好的，一步一步带着您走过来的。哦，我们管节目叫活，活就说明它不是死的。哦，是活的，这是活的。嗯啊，很多节目呢，其实适当的动一动，我觉得都有能放在舞台上表现的这个能力。改编嘛，啊，可包括这个唱很多演员，我们这唱啊，唱个歌，唱个戏，嗯，唱个大鼓，是这不对，不对吗？那是学。学唱、哦、学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，对，说学逗唱，唱是太平歌词，本门唱。你过去你要不会唱太平歌词，嗯，同行面前你都抬不起头来。怎么？你丢一门功课，少一门，你就会说学逗，嗯，后台拿这给你评工资。哦，你都挣100，你挣75，哎，少一门，你短一门，嗯啊，很简单，但是也不好唱。
也难。得一个人唱，他也没有伴奏的。哦。啊，这有伴奏。